你是不是背叛我了？哎，白雪公主，来，我等你很久了，过来。哎，你不是说要来找我吗？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都准备关门了。我找你的财务啊，我没找你啊。他约的我，不是你啊。干嘛？什么不是我？我想卖货给你了。为什么？不愿意。我给不到价吗？高高给价给你，好不好？嗯。然后看一下。哇。品种的，好好看。哦，拿的。布灵布灵的嘛，这个货。是的，很透，高品种的，而且一点毛病都没有的，你真别瞎给这个，你再瞎给我们两个不要来往了。这一批多少钱？这两个大一点。六个，一说直接说六个多少钱？你要打一个的价还是一批的价？一批吧。4万。一批4万。嗯。我就看到个，说实话啊，白雪公主，我就看到个1500一个，9000行不行？好不好？9000你还不行？难道这个真的太好看了？它有两个大的呀，你怎么不看看小的？我肯定给你啊，这两个大的你多。你别这样，我就问你9000行不行？你多算一点嘛。2000一个，平复一下你的心情好不好？行不行？2000一个，你考虑一下。我其实一点都不想。啊！再加你800，再加你800，12800。你看它透字呢。不说了，就2800，12800行不行？可以吗？这批货。这个真的是一批料啊，你看这两个大。哎呀，可以啦，12800，你别这样卡的那么死好不好？我给你收那么多货了，你看我是没格局的人吗？我经常给你收号，我都是感觉高高给的，我都是那种怎么说，哎，说实话吧，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，你说啊，我也不卖货给你。我砍得很厉害的。我给任何老板卖我都不会给你。行不行？12800。最后一次啊，不能再这样砍了。好。